二叔，你今天找我来就谈瑶瑶的事儿了？啊，就这事儿还不是大事儿啊？你说你这瑶瑶多好的姑娘，你怎么就看不上呢？哎，你跟二叔说，你是不是另有所爱？啊？还是二叔聪明。哎，什么样的姑娘？哎，不能说。什么价钱？有钱吗？行，不说不说。我跟你说，你反正你得找一个有钱的啊，家庭条件好一点的。你别回头，你别弄一个家庭条件负担重的，你将来就成了扶贫办了，你明白没？不明白。人家瑶瑶条件多好啊！啊，你看人家瑶姐家什么都不缺。我跟你说。人家奋斗多少年的结果，你这一个晚上什么都有了，这多好啊！你傻不傻呀你？二叔，这事儿得看缘分。你行了吧你？你懂什么叫缘分啊你？我跟你说，只要有钱，和谁都有缘。哎，忠诚，这男人女人都一样，真的。你尤其是女人，就那么回事儿。你到时候你娶了谁都跟没娶对似的。你听我的，哎，没娶对啊？啊？没娶对，再重新娶也来得及。娶对了，娶对了，你多好啊！不教孩子学好，谁不教好啊？你忠诚啊，别听他的啊！你二叔根本不懂感情。谁不懂感情？你这瞎掺和！你这我这个说，我二叔瞎说说，我也就瞎听听。对，咱瞎听。你瞎听，我跟你说的都正事，你瞎听，你得好好听。我跟你说，忠诚啊，男人和女人谈感情，首先得有钱。一个女人要看上男人，那就得看他腰包里是不是鼓的，然后才谈感情。要不谁跟你谈感情啊？你吃饱了撑的呀！钱钱钱，你有钱呐？那吃饱了撑的吗？你不得了，我可得上我那股票市场挣我的钱去了。哎，走了，去去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二婶。那是瞎掺和你的。哎，我刚才说哪儿了？哦，对，钱，这必须得有钱，那没钱能行吗？这是现实，知道不知道？哎呀，二叔，我找一个没钱的，我自己也没钱，这不门当户对吗？我说忠诚啊，这什么姑娘让你迷成这样啊？真不能说。那你不早晚得说吗？你永远闷着，结婚也闷着，不告诉我们是吗？哎呀，我想让我妈成了家之后再说我的事儿。你觉得你是在为你妈着想是吧？也为我自己着想啊。哎呦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？你到底是为谁着想啊？哎呦，二叔，这事儿说不清楚，您就别问了。行，不问了，不问了。我跟你说，忠诚，你这事儿你得好好琢磨琢磨啊。反正啊，你的问题不解决，你妈跟你福子叔的事儿啊就办不了。哎呀，二叔，啊，你知道我妈跟福子叔的事儿了？啊，我知道啊。那你二叔是什么人呢？对吧？你的事儿你也不瞒我，我早晚得知道。二叔，啊，那既然您知道了，我就告诉您吧。但你千万帮我保密啊，我谁都没说过呢，这个。啊。我喜欢彭杰。彭杰？彭杰？
福子的闺女。嗯。你们俩，这你妈跟福子，那你妈知道吗？我妈不知道，不光我妈不知道，我爸他爸还都不知道。那你怎么不告诉他们呢？哎呀，这就是我郁闷的地方呀！你想，我妈那样的，她要知道这么个情况，要么她跟福子叔吹了，要么肯定反对我跟彭杰的事儿。她会觉得特丢人，让人瞧不起。哎呀，我也不想让她跟福子叔吹，我更不想我跟彭杰的事儿不成。二叔，您平时主意多，您帮我想想办法呗。怎么办呀我？哎呀，你还别说，这还真是个问题。二叔，千万得帮我保密啊！这事儿要让我妈知道了，指不定干出什么雷人的事儿呢。保密。你说你一个当叔的掺孩子的事儿，你是不是闲的啊？嗯，哎呀，你懂什么呀你？我跟你说，我这是为小雪的事考虑的，知道吗？那咱们这教育口上又没有人，是吧？你姚姐这么好的关系，您这是不能错过呀。那这是搞对象这事儿啊，忠诚。将来不得怨你一辈子啊！哼，他呀，他得感谢我一辈子。嗯，你别看他现在跟彭杰你情我爱的，那是不懂得什么叫生活，知道吗？你将来要是没有一个好的基础，那还你情我爱，那就是你嫌我怨了。他是个男人，早晚得明白这一点，是吧？哎，我听说。瑶瑶这孩子各方面条件挺好的，我跟你说，忠诚要娶了她是这小子的福气。人忠诚喜不喜欢瑶瑶，你能管得了啊？能的你。嗯，忠诚要和瑶瑶好，那就得和彭杰分手。和彭杰分手。哎，月容嫂子和福子一结婚，哎，他们俩就该分手了。哎呀，孟二平啊，你累不累呀？我都替你累得慌，这心操的，你说你。你懂什么呀你？你这绣花枕头一包草，真是的，什么都不懂。那小雪这事儿，这只是一开始，我想利用这个事儿吧，跟姚家拉过上。将来还有用呢。你想拉过人家，人家拉过你不啊？关键是你孟二平对人家老姚家有啥用啊？人理你，啥也不懂。要不你打牌老不胡的。这跟打牌有啥关系啊？不胡牌那是我赌运不好，啥人啥命，知道不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麻将如人生，知道吗？拿什么牌？那由不得你，但是留什么牌打什么牌，这就全在你了。要把一手烂牌打糊了，那才算本事。行，孟二平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能把这副烂牌给我打糊了啊！哼，瞅着。别看两口子经常拌嘴，可肖丽对二平那是绝对的崇拜，可以说在他心目中占有偶像的地位。因为二平总能出其不意地做出些让他从中受益但又弄不明白的事儿。二平，哎，嫂子，见着了吗？见着了。嘿，嫂子的眼光就是不一般。你看，你也觉得吧？你说人家瑶瑶要家庭有家庭，要长相有长相，你说那忠诚他怎么？嫂子，忠诚是个好孩子。啥意思啊？我和忠诚谈过了，你和福子的事儿，他早知道了。
我猜他就是知道。那你猜得出他为啥不和瑶瑶走近了吗？他外边有女朋友？不是。那他为啥呀？因为你，嫂子。因为我？啊，嫂子，你们娘俩真是，你放心不下他，他放心不下你。他不放心我？可不吗？走走，边走边说。本来啊，钟诚不让我跟你说，怕你有负担。可是我想来想去，我觉得还是得跟你说。你说，一个是我亲侄子，一个是我亲嫂子。就是，哎，我不管你和我大哥离不离婚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我的亲嫂子。我不忍心看着你们相互耽误呀。你钟诚他跟你说什么了？那嫂子，我跟你说，你可千万别跟钟诚说啊。我不说，你快说。我说，钟诚说呀，他也不是不想交女朋友，他呢就觉得你和我大哥离婚以后，住在这么个小地方，身边就他一个亲人，他要是成了家，那你不太孤单了吗？哎呀，所以呢，他就想等你和福子有了结果，他再考虑成家的事儿。你说嫂子，这孩子长大了，走吧，家说去。来。阿平啊，钟诚的孩子行啊，嗯，懂事孝顺，所以啊，你和我嫂子这事儿，我是打心眼里替你们高兴。这事儿啊，我还没跟我师父你哥说呢，我咋说呀？这个呀，你说，那有什么呀？这都什么年月了？你想太多了。嗯，再说了，他和林玉茹都结婚好几年了，是吧？没事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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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什么事儿啊？我问你啊，外面人知道了，人家怎么说？你知道吗？怎么说？哎，福子，那小子声望，把他师娘都给娶了。这把他师娘给娶了，我受得了吗？我受得了啊！你这听着瞎扯，我是他亲弟弟，啊，我都没说什么呢，你别人不扯淡吗？哎，啊，那倒是，阿平啊，嗯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心里踏实多了，真的，别扭。哎呀，福子，嗯，你下一步怎么打算的？我打算先听听我嫂子的意见。哎呀，我说你什么好？这种事儿，这大男人你得主动点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你这事儿你能让人女的就上赶着跟你说去啊？啊？那不能，那不能。哎，我问你，啊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嫂子？那还用说，真的。那我嫂子对你是不是真的好？那还用说，真的。那你是不是得对我嫂子这份真情得有个交代？那还用说，那必须交代呀。那你交代了吗？我那不，你交代什么了？你交代，说什么来说？说什么来说？你起来，你这，我不是还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交代吗？什么叫合适的机会呀？你这，哎呀，福子，你太不懂女人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懂女人，我懂。我跟你说，嗯，咱这没外人啊、我说句不当讲的话，我嫂子这岁数的女人，还经得起岁月的蹉跎吗？经不起。兄弟，你得替人家想想啊！再说了，你，这，咱这岁数，嗯，拖个什么劲呢？还有多少好日子过呀？没了，没好日子了。所以呀，你听我的，嗯，结婚，啊，赶紧把事儿办了，好有个交代。把事儿办了，可是他，那个，有很多的，哎呀。福子，我知道，
跟师娘开不了口，是吧？哎呀，二平，最了解我就是你了，最了解我。福子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我知道了，我就得挂。嫂子那边我去说。二平，这就是。你坐下，你坐下。二平啊，你太明白了，你太明白人了，你。哎呀，我这小何，小何，我听明白。这个，我干了你随意。啊，行，哎，不，这，赶紧，你别干了，你。行，我也干了。哎，二平啊，啊。你嫂子这日子过得太不容易了，太难了，太痛苦了。哎呀！哎，我这咋还哭了呢？哎呀，你这来喝酒吧。来，兄弟，别干了。哎呀，就是。来，这。你看你们俩情投意合，这孩子又这么孝顺，你赶快，听你的，去，干了，去，你别，你这来，安南去，二平啊，谢谢啊，这，二平分别让孙月荣和彭福子感动的哭了一鼻子后，又偷偷找到孙月荣的房东，提出要以高出一倍的价格租用孙月荣的那间房，房东自然满口答应了下来。我得找他说说理去，给我半个月的时间让我找房，我上哪儿找去？嫂子，你不用找了，你找也没用。不是你想，他明摆着的钱，他干嘛不挣啊？他肯定挣啊，他。这现在也是市场规律，算了，你别生这气啊。我倒是觉得吧，这干脆就搬到福子那算了。老二，你这说什么呢？是怎么了？我就搬着人那住去，你人家福子也没提这事儿，这我不知道人怎么想的啊。我说我搬你那儿去，我好像我都上赶了似的。不是，你别这么想。哎，我跟你说啊。我不瞒您说，昨天我碰见福子了，我们俩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，他都跟我说了。哎，嫂子，我觉得你也得为人家福子想想，是吧？那你就是不为福子想，那你也得为你自己想想吧。那你也得为忠诚想想吧。你说这忠诚这不能老等着你呀，他这年龄也不小了。不是，我是觉得你说。忠诚这事儿，就算不结婚，得把这事儿定了，完了我才能考虑我吧。你赶紧催，让忠诚把这事儿定了。哎呀，嫂子，这个我就得替我侄子说两句了，啊？那你说你这样居无定所的，你让他怎么去安心成家呀？你再说了，那你和福子既然是早晚的事儿，那就宜早不宜迟，对吧？你看哈，第一。你们俩岁数都不小了，早点成了家，好相互有个照应。这家里人都惦记着呢，希望你们有个归宿啊，是吧？第二，你们俩要是定下来，这忠诚就可以安心的娶妻成家了，也了了你一份心愿，是吧？第三，又省去了租房子的这个麻烦事儿，这三全其美的事儿，你干嘛不做呢？自从你跟我大哥分开以后啊，我这心里还一直，我这还挺惦记你的。按说呢，这大平是我哥，我应该多替他考虑考虑哈。可是，咱不能昧着良心。我觉得，哎呀，我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老觉得你是亲人嫂子。
昨晚又没睡好吧？眼睛都肿了。总这样哪成啊？没事。房东又来找了，想涨房租。这不离学校近吗？很多家长想在这租房子陪读，所以这房租就越炒越高。我听二平说了，今儿啊，我就是特意为这事儿来的。把房子退了，搬过来住。车我都找好了，随时。你都想好了？想好了。我想得给你个交代呀。那小杰怎么交代？你怎么了？小杰啊。嗯。爸爸想跟你商量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你看啊，你月容阿姨啊，这些年没少照顾咱们，她自己也一直未嫁，挺不容易的，你说。爸，你是想告诉我你要跟月容阿姨在一起啊？哎，本来呀也没那么着急，可忠诚呢怕你月容阿姨孤单。哎呀，也难得忠诚这一片孝心呢。你的意思是忠诚催你们两个要在一起？啊，也不全是。这不，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。你看